家人们，现在给家人们分享的是一颗这个，寿山石哈，寿山石品种当中的一个，老杏哈，老杏芙蓉的一个这个叫做，鱼子洞哈，老杏芙蓉鱼子洞当中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。芙蓉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石的一个存在哈，因为为什么叫它鱼子洞？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哈，也可以称之为棉纱芙蓉啦哈，因为它这个棉纱有点像那个鱼卵哈，有点像鱼卵哈，所以就是对于。这样特殊的一个芙蓉石哈，老杏芙蓉石的一个品种，我们就称它为棉纱芙蓉，或者是芙蓉鱼子洞了哈。那像这样的一个芙蓉石哈，它色彩是相当艳丽的哈，色彩是相当艳丽，而且这方硬彩比较大。哦，比较大，是一个大的一个方章，哦，大的一个方章，一个竖章，哈、哦。那色彩相当艳丽，哈、哦，相当艳丽。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摆件章来欣赏，哈、哦。那在五一劳动节来临的这个即将来临的前夕，哈、哦。我们拿出来，分享，跟家人们来分享哈，分享给家人们。家人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白色的部分哈，这个也算是三彩，老杏三彩芙蓉哈，洞地哦，这个芙蓉半结晶洞地的一个这个结构哈，非常非常细腻了哈，非常细腻，非常迷人哈。手感也是，老杏芙蓉的这种手感了、啊、哈。那有感兴趣的家人们哈，可以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哈，直接跟我们联系。而且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哈，非常实惠了哈，非常实惠。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哈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哈。